斜坡或山路啊，基本上就是要有一个栏杆或者铁杆去保住一个保护安全措施。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而且一切都刚刚好，也在这个隧道里面卡在隧道里面更难救。但是就是看到画面也感动的地方，是因为所有就是人不是医护人员，就是消防队，不是消防队，也是警察，他们就会互相都在帮忙，然后乘客也在互相帮忙，就特别在照顾彼此。那我觉得那个画面很难过，但是也有看到很多英雄们在帮助，就是很感动。你斜坡或山路啊，基本上就是要有一个栏杆或者铁杆去保住一个保护安全措施。这个我就是有永远，因为我刚来台湾没多久，然后是也经历过，就是阳明山没有那铁杆去保护这个路的话，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又不安全。幸好后来有装备，但是在这个里面，我觉得这什么山坡或者是什么路况，路的情况，都要有一个保护。有啊，就是很安全啊，又觉得就是又方便，然后又顺，但是就是没想到，也不是他们的问题，应该不是他们的问题，我相信。外景的时候还是在外拍戏，有遇到什么惊险的状况？有啊，就是像那种山路是开放的山路，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安全措施，很可怕。然后我们一个9人8。主人做的那么多人挤塞，那如果什么意外，那我们这些人的命就在一个驾驶的身上，这个压力很大。所以就是也没有遇到什么意外，只是希望大家就是注意安全，特别要注意安全，尤其是在拍戏的时候，你拍戏没戏没电的状态，那负责开车的人也是很累的状态。那要怎么评估，或要怎么为他们着想，为人命着想？家人已经打，我爸妈已经打过了，他们就是他们还在看状况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的问题。那他们只是打第一，他们已经打第一期，还有要补两针，还不知道。哪一种？总共3次。爸妈是打哪一种？美国的应该是 Johnson， 他们自愿的，欧洲是他们自愿的，那个呢，自愿的，是打了才跟你说吗？打了跟我说吗？也太突然了吧，你没有考虑我们。但是就是他们就是说70%-80%嘛，那还是会相信，但是还是会担心。对，所以现在还没有副作用？没有副作用。